他的这种仪式啊，是少数民族都有的啊，我们都有古老的这种传统，就是春天里面用自己最珍贵的甚至乃至生命来给全族人带来春天的这个美好的一种祝福。六字真言铺成了一个圆的圆满的一个造型，也像女性的一个子宫一样，那么选中的女人就像精子一样，她游到了这样的里面，孕育出新的生命，然后再轮回，这是东方人的一个生命哲学嘛。一直习惯于用自己本土这种情感，我觉得我们民族都有这种美好的信仰，用舞台或者是舞蹈这样的方式来呈现，都是向自己民族的一些文化元素致敬。